唐太宗的身体力行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问题是，在唐代之前，中国的书法家还有许多，像秦朝的李斯、赵高，汉朝的蔡邕、张芝，魏晋的钟繇、索溅、魏冠，以及王羲之的老师魏夫人、儿子王献之等等。为什么唐太宗李世民偏偏要大力弘扬王羲之呢？有一种观点认为，他是为了收拢民心。那么这个所谓民心，并不是说收拢全天下的人心，而是主要是所谓江左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江南地区的这些望族啊和民众的之心。就像这个汉武帝和霸主北家独尊儒术一样，对吧？汉武帝为什么尊重孔子，是吧？他一定他是一个文化的代表性人物。那么王羲之呢，他这个书法家，他也是一种文化的一种代表，是一种儒家文化的一种代表。但如果仅仅依靠政治上的追捧，王羲之不可能成为令后世高山仰止的书圣，唐太宗李世民也不可能开创令后人热血沸腾的大唐盛世。后人评价王羲之的蓝田序，从第一个永字到最后一个人，一气贯注，不言不出，既流露出人心之美，又表现出自然之美。正所谓静善静美。直到今天，王羲之所创立的艺术法则仍然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不二法门。那么这个难以超越的法则的核心在哪里？唐太宗李世民进一步解释，其道从有妙之气，虚则起，满则固，中则正，正者充和之谓也。妙注重于寂气，就是奇，它反映了中国的伦理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怎么呢？它是成酒或者水的。古人所说的清酒就是水，那不管它注上什么，你注一半的话，它稳稳当当；你注满了的话，它力学作用它就倒掉了。这就是满则溢。王羲之不过就写了一幅字，李世民把它比作孔夫子前面祭他的神圣而尊贵的礼器，就把王羲之的字抬高，也抬到圣这个高度了。在唐太宗李世民的积极倡导下，中国书法以中和之道为内涵，在黑与白、虚与实、动与静的对立中，逐步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神韵色调。每一种字体都有了必须遵循的法典，每一个读书人只有写好合乎规范的毛笔字，才有可能通过科举考试进入正统的制度。唐朝以书法为依托，将知识分子的思想牢牢地凝聚在名家的中和之道上。直到今天，人们只要是手执毛笔学习书法，就要身正、笔正、纸正，学习唐人的楷书，就得一笔一画地临摹这些流传了上千年的法典。那么为什么这些唐人书写的汉字能成为后学者进入书法殿堂的坐标呢？公元783年正月，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再次笼罩在紧张的气氛中。大将军李希烈拥兵自重，叛军士气破竹，
一路攻陷如州后直逼长安。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的唐王朝元气大伤，只能寄希望于和平谈判，但谁又能担此重任呢？把持朝政的权臣们向皇帝建议派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前往敌营。颜真卿是唐代的大书法家，也是大政治家。颜真卿在维护国家的统一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颜真卿把自己的书法和把他的生涯全部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气势磅礴的颜体。颜体尖架严谨，而且很壮美。其实颜体的人往往字里就写得很大，就是里面一种壮美的东西。但当时的叛军气焰正盛，李希烈感觉皇位已经唾手可得，74岁的颜真卿孤身一人去劝降，无疑是去白白送死。一些相熟的大臣们纷纷劝阻，甚至有人还专门跑到半路去拦截颜真卿。颜真卿的这个家族在安史之乱中是遭遇了巨大打击的，当时他在平原郡和他的兄弟一起抗击安史之乱，最后一家是有30多口人战死，已经为国家付出了极其惨重的这个代价。但是他作为有着5、6代持续坚守儒学传统的这样一个家庭的这个负责人，他是不可能面对国家的需要而选择另外一条道路。2年后，颜真卿回到了长安。当灵车穿越朱雀门时，两旁夹道相迎的百姓哭声一片，正像他所擅长的楷书，方正平直，浑厚刚劲。这个唐代最伟大的书法家虽然没能完成使命，但他用威武不屈的气节写下了生命中最后的一笔。这也正是中国书法的灵魂所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书人用全部的精力乃至生命去钻研书法，除了技巧上的打磨，更重要的是来自人格的修炼。就是标本。颜真卿的书法是唐代的典范，颜真卿的人格是中国人。而事实上，每一件法帖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完美的这些优美的文字，这些文字所表达的人的精神，都是经过岁月沉淀的中国文化的隐藏坐标。反面人物的书法作品怎么去看呢？比如说蔡京，比如说颜松，比如说秦桧。我觉得呢，这里有两种标准。如果从纯书法艺术去看，那么应该说他们都写得很好。但是如果结合人品来说，那么人品和书品加起来看，那么人们往往把它处在一个否定的地位。与光彩照人的颜真卿不同，与颜真卿的颜体艺术风范不同，蔡京、秦桧、颜松等中国历史上的权臣，最终成了书法艺术殿堂里的弃儿。这些长期蜷曲在昏暗角落里的书法作品，可能仍然具有令人钦佩的艺术特性，但是因为作者的缘故，他们看的作品被我们的艺术、被我们的社会顽强的拒绝，成为高贵的社会道德无情清洗的。